据美国波音公司宣布，希斯科技公司的波音 SB1 复合旋翼直升机作为一架完整配置的飞机完成了其首次试飞。这款直升机的飞行速度可达现有同类产品的两倍，但同时还保留了传统直升机优异的降速和悬停性能，是一款接近完美的直升机。该型直升机是美国陆军未来垂直升力计划的一部分，将作为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开发下一代突击和运输直升机的平台。基于无畏研发的新型直升机预计将在2030年初投入使用，它们将成为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更具成本效益的直升机，使用寿命可以更长，飞行速度更快，也更极具机动性和更高的生存能力。这些飞机将对拥有反拒止能力的地区进行攻击，一旦服役将成为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现役型号。